welcome to Kanga Showcase 2021. 欢迎来到凯乐国际桌游公司。Yeah, I'm Byron. 我是 Roger. Yeah,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play the game Cosmic Cows. 今天我们要玩的游戏是 Cosmic Cows.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这个故事的源头。一场星际大战呢，即将在火星上引发。两方的外星人呢，他们要彼此竞争。那彼此竞争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眼前看到的这一群可爱的小乳牛。没错，这两方的外星人呢，需要透过绳索去拉这两方的乳牛，看谁可以先把它拉到自己的阵营。那先拿到三个乳牛以上的人呢，就可以赢得这场火星上的胜利哦。So let's play， 我们开始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介绍一下 Cosmic Cows 的规则。耶、好，首先呢，玩家们都可以看到我们中间，这是我们中间的游戏的设置。中间呢站着一群乳牛，上面分别代表1、2、3、4、5、6的规则。那两方我那个外星人的阵营也都是一样。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些乳牛都拉到我们自己的阵营。那移动的方法呢，要怎么做呢？就是用我们这边看到的这边骰子，总共有五颗。好，首先呢，玩家们先一次掷出这五颗骰子。骰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相同的数字，总共有两个二。那玩家们可以同时选择你是否要掷这些骰子。你可以选择任意你想要的骰子 ，maybe 你想要这三个，或者是你想要全部骰也可以。那骰完最后呢，假设我们一样是现在这样看到好了，我们可以去移动，我们站在二的乳牛上面，总共移动它两步，一。OK， 好，那当我们把这些乳牛呢移动到我们自己这些会发光的区域的时候，这些乳牛就变成了我们的牛。那只要移动三只以上呢，我们就可以赢得这此次比赛的胜利了。好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在中间还可以看到这个 Super Bean 区域。那什么叫 Super Bean 区域呢？就是当我们的骰子呢全部都掷到相同的，也就是五个全部一样，说怎样？那我们的牛呢就可以走过这个传送门，咻，就直接跑到我们中间的这个阵营的地方咯。那记住，我们所有的牛都是全部都是在还没有赢得比赛前全部都是中立的，所以敌方可能有透过这个 Super Bean 再把这个牛咻的传回来。 OK， 好，接下来最后呢就是要介绍我们最后的 Chance 跟 Strength。 Chance 的部分呢，就是当你掷出10到10或23到2，你就可以往前移动三个步，某某某，然后再来是5到9或26到30，则是可以移动4步。再来 strength 的部分呢，是当你植入1到4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移动前3步，1、2、3。再来，如果你是一次植到1到5的话，那你就可以一次移动到4步。那玩家们就是在这过程中，就是会不断的去移动这些牛，可以移动到自己阵营或是敌方的阵营。那谁先移动到3只以上，就可以赢得此次比赛的胜利咯。那接下来话不宜迟，让我们赶快开始吧。All right, so you go first. Sure. Okay. So, 我现在拿到了2、3，1、4，2、1，所以也许呢，我就想把这个4给重筛。开始。好，才知道一个我，那我还有一次的机会，总共有3次。再来，给我一个3，给我一个3 ，no， 啊，一个6，所以我现在呢，我可以掷3跟一个2步，1、2，OK， right. Your turn。No， 哎，我不要看到一样的，耶，3个5，Oh yeah！ 我现在看到他就是走那个 Super Bean， 就直接走到他的区域。Oh yeah！ 我现在要想办法把这些牛给召回来。给我一样，我也要一样的。6！ 哇哦！现在我有机会能把这个牛抢回来喽！ No, 给我一个六，给一个六。Okay. Oh, 2个3. That's your cow. All right. Come on. 不要三。Oh no. Oh, just
这样它就只能移动两个三。二三六九九十一十一。哦 ，OK， 三步，耶，十一十三步，一二三，耶 ，OK，my turn， 三跟一，啊，OK， 所以我现在拿到了两个三，你看三四五六，三四五六，那我可以 move this one， 三四五六 ，can try and get 二。二三四五六，可是我想要把那三先拿下来，所以我想要把这三个重塞。OK OK OK， 好 ，Super 平平。哦，又是三四三四五六。Maybe， 我想一下。好，没关系，那我就走这个好了。三四五六。You have one more roll。哎 ，one more roll。嗯 ，Maybe this one。OK OK， 那我接下来有三四五六，我可以。哎，三四五六 ，Sorry。这个我再重彩看看。No！ 哇！所以二三四五二到六，所以一四五个一样，我可以走四步。一二三四。OK。哦，三三三，这样它就有三个三了。OK。哇！三三三 ，Super Beam！ 哇哇 ，Super Beam！Super Beam！Super Beam！哦，所以就是跟走三四步，一二三四 ，OK， it's my count，my count， 气势汹汹哦，不能让他得逞，好，给我一个好的，这样是两个二，哦 ，no， 一二三四 again，maybe， bring him home， 我想要再掷出一个一样的，搞不好就可以走一个五，一二三四，再来。哇！所以一二三四五一样的，所以 strength 我们可以走四步，一二三四，猛 ！OK， 两个五 ，OK， 两个五，哦，两个三，哦 ，That's good，OK，、okay, 五三五三五三，耶！三个五，走三步，一二三。两个三，两步一二，好、oh, 啊，来来来来来，现在他已经五跟三已经快被他拿走，所以我可能就要想办法使五跟三来阻止他喽。哦、oh, ，给我五跟三，五两 三个二，一个三，一个六，嗯，看一下，十七、十三、十四，可以用这边吗？不行，那我移动这两个。OK， 给我好的，没有，再来最后一次吧。五跟六，不幸运，再来再来再来，四跟二。OK， 没关系。十五，十五，十五的话 ，No， nothing， 也没有东西。那没关系，走三步，一二三。OK， come on， I need 三跟五，三跟五。看得起来三个四五一个五 ，OK， I'll keep that。五五，然后就两个五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我，哎 ，No，OK， 四两步，两步，一二 ，and 五两步，一二，哦 ，Yeah， 不太妙 ，Come on，Yeah， 这样是。两个三，二三四，三四 ，Can move him， 已经到底了，已经不用移了。我看一下，嗯，三的话，三我可以先留着，这三个重塞。四，四其实也可以。No， that's my kill。OK， 好，就这两个吧。No， 所以我有两个四，两个三。Have one more roll， one more roll， this one。Take my kill back。没有，那没关系，这两个回来，一这样就是两个四，一二，两个三，一二 ，OK， 回到你称心如意的，二二，一三六四 ，OK， I'll keep 三，啊二 ，That's yours， I want three， 也许你可以重塞 ，I'll keep。Keep the three. Come on. Oh, yeah.
Oh yeah, super beam, super beam, come on, 3 3 3 3 3 3 3 Oh, 3 3 4 1 2 3 4 哇，已经快被他打手两个。3 3哦哦哦 ，No！ 三两个，然后一有两个吗 ？Yeah， 那也许我再把这个重载一次。现在有两个三两个一，再来再来，四 ，Last chance，OK，、okay? yeah. 再个，哦、oh! ，Yeah，No！ 一走三步，一二三，然后三走两步，一 ，No！ 对你们看。再来，五三 ，and maybe 一，五三一，五 ，or 二 ，OK， that's OK， 五 ，OK， come on， 五，哇，两个三 ，turn around， yeah， 一二三 ，and whoops， sorry， 一二 ，OK OK， 我需要我的牛回来。六三，三个三。No！ 我先保留这三个三。Keep taking my kills！ 再把这两个重塞。回来回来回来。啊！四个三，然后一个。No， not super beam。再来一个。Come on， come on！ No！OK， 没关系，这样我四三可以走四步，一二三四，回来，哦 ，OK， 啊 ，Man， keep taking my cow， 一，五 ，OK， 五，二，哇，有这么一个二。It's 一二三四五十 ，So right now it's this。If I get smaller, I can do four spaces. Okay, come on. No, no. Oh, no. 五六七八九十，可以走三步。Yeah, 三步。Okay, 一二三。这样就被他打走两个牛，不行不行，趁这一局。两个六，两个二，然后再一个四。Really? Really? Wow, yeah. You had two sixes? No. Okay. 1, 4, 5, 6. 哈哈，真不 lucky 耶。看一下哦，我应该留哪些比较好？ 1, 2, 3, 4, 5, 6. 啊，全部重塞吗？这样 1, 2, 4, 5, 6. 也许除了一都抽在重塞好了，我就只想赌一。好 ，OK。哦哦哦，两个三，两个三。那 Have one more roll， one more roll， 没关系，就保留这个好了。Really， you can get 三个三，三个一。那再来一次哦。好。好 ，OK。两一走两步，一二，然后三走两步。Okay, I need super beam to win. 对了，还要接下拿 super beam， 就这一个。4 4 4 4 Okay, 4 4 All right, let's go for all fours. Come on. 4 4 4 4 4 No. 2 2 Okay. 6 啊 Okay. 2 2 四两步，一二 ，OK，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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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赶快把牛拿过来。三三三三三四个三，四个三。Oh no！ 两个三 ，Oh no！ 两个三 ，Oh no！ 哦 ，No！Maybe 这三个重骰，好，行。那我们需要两个三就可以 ，No！ 就可以赢比赛喽 ，No！ 这个重骰 ，No！ 哦 ，Are you killing？那有三个四，三个四，三个四，两个三。我们重骰一个就好，再重骰一个。OK。哦 ，No！
没关系，那我们三就走三步，一二三，然后四的话我们就走回来两步，一二，这边走。OK，、你到一二三四，四个二，四个二 ，No， 四个二，哦，五五五，Come on， OK， 五，二三。还有一次机会吗？I need to stop this one. Okay, come on. 三。Oh no! What's that? 十四十七十八。No. So 两个五。Oh no! Hey, I already have five.Yeah! Oh no! Oh no! 可以把牛拉回去。一步吧。I guess. 看来我made a mistake. Hello? You made a mistake. 两个算两个算就好。Oh! No! 两个三，一个五，一个四，一个六，然后就走两步。耶、我赢了。嗨，所以刚刚大家看到的这些呢，就是我们玩那个 Cosmic Chaos 的所有规则。那是不是感觉到非常好玩、非常刺激呢？这个游戏的过程呢，需要用到非常策略，然后非常很有心机。现在看到我们的对方玩家呢，哭成这样就知道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玩的下一个游戏呢，就是这个 Jurassic Snake。那我们待会见喽，拜拜。